呀，哦。谢谢，我把这绳儿给你，你做个裤衩吧。什么就换上这兜子啊？这多好看的是吧？书包，谢谢，刚才死掉，后来呢？然后这行了，还没忘这茬呢。你说都真事儿啊？那个，其实这事儿我说了不算，你们要问问高峰就知道了。高老板，嚯，真棒！高峰，真让他证实一下，这是。谢谢大家。我师弟高峰，啊，对。我们仨人是叔白的师兄弟，一个辈分，一个辈分。我师父何耀文先生，对，谦儿的师父是石富宽先生，没错，这是范老师的学生，哎，范老师是范老范导爱，哎，去，别胡出主意啊！翻译过来之后不叫范导爱了，那叫叫范振玉，不用你翻译啊，不用翻译，就一个名字，范导爱，没有啊，范振玉先生，范山玉先生啊，山玉干什么呀？什么振玉？这家在山玉，那多呼的很呢。可惜啊，三位先生都去世了，多遗憾。我师父活着呢，哪儿这就说死一个这儿。不，您也别争着，我得说他。真是，您这话明儿上午再说。您就活这半天儿，这不说他了？你这是说他吗？您这真是太坏。他们俩跟我是发小，哎，一块长起来。什么叫发小呢？嗯，他们俩是法国人的小孩儿。没听说过。我是个法国人。去，你会唱法国梆子吗？乱七八糟，我们仨最好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打小我们仨就在一块儿。那倒是，那会儿曲艺团学员班学相声，对，仨人一个专业。那会儿来说，我们仨也挺可乐哈。嗯，老高比我小一点，哎，我们在一班，小几岁。谦儿比我大四岁，您听听，我们竟然在一个班。您那意思，我蹲了四年班是吗？仨人最好。嗯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撒尿都一块儿去。那关系多近呢？小孩淘气啊！对，我们撒尿的交情，这是真的。嗯啊，当然我们撒尿比不了于老师做 B 超，那哎，没我字的远。那一代尿王，还封王呢？成吉思尿，哎，这哪儿报号去？这就说这个意思啊。打小一下了课，尿尿去吗？嗯，老高，老高去吗？小时候就叫老高。哎，老高，其实你说老他比我还小呢。对，长得老就是小时候个儿高。哎，对，我后来想啊，老高老高的，十来岁那会儿，他比现在也就矮这么两寸三寸。哎，这二来年长这么一点，打小就这么高。我长个早，小时候老逗得好，你跟电杆子似的。你瞧瞧，老高那会儿叫他老高，那阵也瘦。那会儿谦儿，谦儿那个胖子，啊，不但胖还矮呢。哎，十来岁又矮又胖，小矬胖子。哎，我们仨最好。嗯，老高，撒尿去吗？走，咱们一块儿。嗯，谦儿尿去吗？一块儿。我没有尿。嗯。你再控控，嗨，控控，这是控的事儿吗？谦儿说：“我以后早晚会很能尿的。”哎，这励志来了。后来那时候就许了愿了啊！走走走，一块儿去，一块儿去。哎，就伴儿，我就带一大高个儿，带一小矬胖子，仨人尿尿去。我准得站当间儿。哎，您孩子头啊，逗着玩嘛。这边是高峰，这边是老谦儿。对，我尿着半截准是高峰。嗯，转身尿人一裤子，可不吗？哎，开玩笑，淘气，一声。嗯，转我这边尿一脸。嗯，嗨，我也太矮了吧，我也。这他一提，我还真想起来了啊，有这么回事。有吗？但是当时喊你的时候，你不应该答应。我还答应。于谦，哎，全到嘴里了。你这玩意儿，我怎么还答应？就跟着转脑袋呢，我还。不，你得尊重人家啊。我谁尊重谁呀？这是，你得看着他答应。一晃啊，嗯。这都长大了，你说多少年了？何止大了，也都老了。嗯，除了于老师在节目里还出现喝尿的经典，你瞧瞧，那些事都是童年往事。对，都来源于生活。但是我们仨站在一起，打心里就开心，也高兴，高兴。对，是不是？是是。我们仨人有一特点，嗯，麻木良乡各有所长，都有特长啊。你要说唱戏，唱个什么曲艺，我比较熟悉，您接触的多。你要说唱歌，于老师比较熟悉。哎。你看看，我们可没煽动群众啊！不是，这唱歌现在谁都会。郭老师净说的，他也会。你少来这套，你也会唱歌。我唱那个都捣乱，《大腰在冬季》，你们都唱臭了街了，是不是？那也爱听啊！你看看，来一个，您给唱一个，就唱您这《大腰在冬季》，带着你们在一块儿啊！好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。请将眼角的泪拭去，
多好啊！害了多少人呢？您这、啊，我原来跟齐秦关系不错，现在呢？现在都不来往了，断了。啊、唱歌，哎，我还会唱一那个哪个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这行。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嘿，咱别的不说。嗯，专业人士对我这段唱非常赞美。什么专业？就是二人转这帮人。哎，对了，您给他们宣传去了。那歌叫什么来着？哪首歌？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就在这里。这别唱啊！哪有这歌啊？应该是人家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对呀。哎，高老师，你上来我轻省多了，您知道吗？您还回来了，您这挺好。我就反正挺喜欢这个歌，因为喜欢你。第一，它是京字京韵；哎，第二呢，是一个老爷爷跟俩孙子唱的。就、哎、还是有我这里的大孙子烫着头是吧？哎、二孙子没烫，二孙子个儿高。别拿爷爷开玩笑，是没完没了了似的。那天在后台，郭麒麟唱一什么歌，嗯、人就这耳朵馋。对、嗯、他唱，我跟着。还哼了一天，您会了吗？啊，我愿意为你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歌啊，王菲的歌、哎、有这歌、啊嗯，我不知道，我就唱了一天。哎、我愿意为你，我唱一天。嗯，晚上我跟谦儿上厕所，我还唱呢。是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。你是愿意喂我，我也得愿意吃啊，这、嗯、个。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呢？哎、对，哎，你要不吃，我可冲了。废话。早就该冲了，您知道？你多随和，这朋友、啊、是随和吗？所以说，唱歌对我来说真是不行，难为您了。于老师是这方面的高手，哎，因为于老师一直，这从二十出头吧，就一直在歌厅里长大的。哎呦哈，打二十岁就跑歌厅。您喜欢唱歌啊？观众朋友欢迎您了，怎么样？您来两句吧。嗯、你看看，哎，上帝在召唤您。哎，我要死。你观众就是上帝啊、哎、那是 啊嗯，真唱就那么几首。您打算那儿一姑娘一直在喊茅房姑娘，茅房姑娘呢？茅房姑娘，那大哥喊，大哥喊唱一我是女生啊。嗨、哎哎、你别说也行，那两口子真的开玩笑。听听这边，你们打算听什么呀？哦，假唐僧啊。假唐僧啊、哦、假情僧啊、嗯、是吧？假行僧，您唱个什么吧？假行僧，假行僧，假行僧，再不唱，观众嗓子就哑了、哎、好吧，假行僧啊，唱几句、哎。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。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巴扎嘿，就唱这么几句、嗯、真不容易、啊、哎，真好，这是我们单位的女低音。哎，这嗨，这还女低音。杨洪基，麻木良乡各有所长。哎，对，这里边嗓子最好的、嗯、是老高。哎，嗨，你们看，高老师又来了，你看，哦，不是你，我不愿意当着大家提这个。你看，这您要不说，我都不知道。您没听我唱过，嗓音条件最好啊，齁高齁高的。哦，高是吗？哎呀，要不他姓高呢？哎，这都没关系。那你展示一下吧，既然来一个吧，啊，不是，我真是轻易不唱啊，各位啊，没事儿，尤其是拔高的那儿，我一般我都含蓄，我不愿意露。没事，您不愿意露，您就来来来来来，老高，这儿不大半夜的，咱你要说成本大套的也不现实啊。您的意思，来一句半句，大伙儿尝尝。哎，听行，嗓子高，咱们这样，我出个主意，您说，来现代戏，可以，京剧、现代戏那个调门都高。对、嗯、对，譬如说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哎呦，这高腔，这就不矮，一青松。对，我给你帮个忙，唱前边。哦，咱俩合作，你还起头，哎，你接后边。啊，没问没问题，他可高，没问题，行吧？三高是我的，是啊。于先生，您给点评点评，参不到，我学习。哎，您不要客气，没听。一摇，就这调门了啊！哎，不不，这就够高。哎，再高点。不，你看看，我这对不对？不是，要不咱就别唱，你一唱就得卖力气。不是，你后边那个还往八度还往上翻呢，跟你有关系吗？
不是，我这不是提醒你吗？你不用我唱，你要说不唱，那咱阴着，咱不露。啊、既然说唱卖卖力气啊，你不是没听过吗？我是没听过。哎，今儿我在这儿让你、啊、哎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、哎。什么话？哎，你们俩人会说句人话吗？你看看，挺高的，多好、啊！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怎么了这话？你开眼儿，哨掉出来了。这没听错了、哎，还在里头呢，合着砸着脚后跟儿，你知道吗？拿出来啊，十二斤。别太高，因为这个我这个调门已经是超过了专业院团的调门啊。不，那是他们。那是他这玩意儿要疯啊！你得我说不唱，你非让唱，既然唱就得好好唱，对不对？那倒也是。哎，你看看，来来，你得高高起，唱不去难受。不，难受不了。人家你别难受就得，来吧。这抬杠比打翻挣得多是怎么着？我说不唱是给你留饭，知道吗？你既都知道你小小有个伴儿唱的不错，我这一唱你没饭了，多不合适。今天不给你点厉害看，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。嗨。二哥，您言过了啊，来吧，高高来，来啊，来高高的，行，行，这调门可以了，哎，再高点，行，再高点，有，哎，踩，这就是二嫂子的声音，哎，谁踩你肾了似的，我躺太低了我。不，您怎么回事？我不听你这胡来了，再高就没人味儿，尽您所能。好不好？我就 这就不矮了。你那个就这样要学那太要啊！哎，行行，学哪？泰山顶上，来，注意啊！啊，一轻松，好吧。我谁跟你握手了？你要脸不要脸，还跟人握手？我表示祝贺。我什么就我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我祝贺，我卖这么大力气，你没听见？您光卖力气，您这拉屎的劲儿啊！这你不注意听还行？大便干燥了，这你谁大便？唱的调门太高，频率太高，你接受不了了。我这根本没听见呢。你这我唱这么好，他告诉没听见啊？我唱这么好他没听见、哎、到现在耳朵还嗡嗡的假了，这个都给震聋了，你说说。哎呦，太高，咱们再搞一支吧。哎，太好了，太欣赏您的艺术了。来来来，天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。哎，霄汉是我的。 来我听听。穿、哎、哎呀，林海跨雪原听个滋味吧，啊！气冲，来，哎，小汉呐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你这玩意儿，嗯，哎呀，我用一句。最时髦的网络语言评价您的艺术吧？怎么评价？听完了蛋疼。钉子裤勒太紧了。嗨，老有这钉子裤啊！怎么？别听他。稍微松开一点点。行了，行了，我给你揉揉。对，去。你还说不是范岛爱的徒弟啊？我这边。你学的就是这个，一好人没有，老勒着这玩意儿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唱的真好，你这个唱腔排宿便的啊，不是排宿，关键没排出来呢，听着，不是挺还不出来，有哨堵着呢，就是啊，咱们再来一个吧，我还上瘾了，我也喜欢，来来来，这破玩意儿还上瘾呢，感觉，哎，你听玩意儿吧，又都开始了，哎，来，哎，哪出戏？好，你早问呢，我也忘了，我考考你。红灯记哦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，你接听着啊啊，彻底没声了，这个好，要下来了吧？什么就要下来了？真好真好，我这光看你跺脚了，这个。这人打刚才唱这么好，老看不起。唱怎么好？就您这玩意儿，搁一馒头狗都能唱，知道吗？
哎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们俩拿馒头去。回来，你不用，你使劲，后边有俩馒头呢。像话吗？这是艺术，什么艺术啊？一般人来不了，谁都能来，要这样，谁都能来。对了，甭说别人，你来得了吗？当然来得了了，你也能来，我谢谢大家欢迎，让他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来，你躲着，你说，唱高了来不了，这不出声谁来不了？于老师喊喊嗓子吧。嗯，哟嚯，您还喊嗓子呢？这没杨洪基的底子，来不了这个。哎，啊，哎，啊。啊，好家伙，嗯，尿味的，哎，没听说，还没下去呢，在家呢，您唱吧，哎，啊，这叫门行吗？再高一点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嗯，太高不行，哎，您尽量吧，没事吧？来吧，来啊，嗯，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心心间，站立公阿门。Please， 来，哎，来，哎，不是，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怎么着？哦啊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你白喝那么些个恩心罢了。这废话，不谁都行吗？你这叫缺德。谁缺德？废话，本身这调就这么高，低的地方还按这么高唱，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。哈哈啊，我就行，你看看。你就行，有行的，你行你唱，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啊，还我给起调门，要多高有多高啊，你来吧，来高高给他起，听我的吧，来吧，稳住，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公安门，真好，说我干嘛，哄我干嘛，哎，你甭卡了，嗓子好高，哎，哎，行不行，是够高的，不用捧我，你接着我这唱，我都怀疑你在宫里上过班，这嗨，哪儿那么些废话，打赞比亚回来就是不一样，没听说你接我再来啊，站立公安门，叫小芳，谢谢啊，哎，这叫听相声，就是，哎，台上台下还有个互动，哎，交流啊，这真真假假，瞧个热闹，就是，是不是？嗯，你看前排，哎呦，平身吧，列位，哎，这参加来了，你说一大帮姑娘都跪在这儿，拿牌子来，坐，哎，行，不，您这个尺度越来越低了啊，哦，好，这不行，这个啊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啊，嗯，这个很高兴啊。仨人站在一起不容易，其实别看他们俩在台上打架啊，其实他们俩最好，哎，这倒是，打小在一块说相声，嗯，现在俩人又住邻居，哎，我们街坊，街坊啊，是就是大兴天堂河公墓边上，他们看坟地去了，我们坟少爷火葬场这边，他们说暖气给的可好了 啊，是啊，你细纹还有骨灰味呢，那是啊，接在炉子上，一年四季贫不贫的你。挺好，谦儿哥呢在我们的帮助下呢也有了一个儿子，你说我这用不着帮助啊，嗯，有儿子要帮助干嘛，不是这孩子们哪来的都有，对，大人骗孩子，这垃圾箱捡的啊，那是天鹅送来的，嗯，是吧，有的是那个一喝汽水一开瓶子盖给的，哟呵，有的是充话费送的哈，有的打多少电话，有的淘宝上订的啊，有的过季的哈，嗯，他这个是我们大伙帮忙劝他，你得要孩子，不要孩子不行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哎，老做工作，这么着帮忙劝，对对对，早说清楚了，哎，你老高娶媳妇不也是咱们劝你的，那倒是，对对不对，老高现在也娶媳妇了，嗯，跟于老师住在一个小区，街坊吗，啊，就是这一说娶媳妇，你看来这么些姑娘啊，哎，娶了都娶完了，回去吧，嗯，没有这么多牌子，拆大改小，问题还有几个小子没用，这都是啊，哎，小的给于老师，那几个公公站起来，小的全是公公了，你看说到哪儿忘了啊，高峰 啊，打头来啊，你们是喝出去了啊，嗯，行了行了，谢谢各位，行，
拍会儿就回去了啊，一会儿吧，别影响后边听见。一会儿待会儿于老师给你们来个无上妆的。哦，嘿，好不好？先回去，快点。哎，前面的拍完都回去，快点，马上就回去。给于老师一个脱衣服的机会啊。哎，好，都回去了，好极了，太好了。多好，哎，那几姑娘，你看来晚了，明天早来。嗨，出去了，哎，真好，好啊。其实你说能让于老师无上妆吗？是不是？老高倒可以无下妆。哎嚯，没有，我没什么可看的。给老高道喜，哎，同喜同喜，结了婚了。对，另外我得托付于老师，嗯，多关照。哎，我们住街坊，又是大哥，应该的年轻，净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没。高峰结婚第三天就打起来了。哎，这可热闹了。那事儿您就别公开了。没事儿，都不是外人，说说也无妨。你看，还喊你这，哎，我您还爱听这好事的都在这儿了。对，这俩钱花的啊。那个高峰刚结婚第三天是第四天我记不住了。嗯，他媳妇儿找谦儿哥哭诉。第三天是吧？嗯，那个谦儿哥，你看你，我给高峰洗衣服，在这口袋里翻出来了。什么呀？你瞧这女的穿的红裤衩，知道吗？你这刚结婚几天，他就这样，日后这日子怎么过啊？赖我，赖哭。于老师一把抢过来了。嗯，回家，回家。这些日子拍电视剧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哎，这是那道具，人服装老师还要呢。听听听，高峰啊，也一时大意，忘了给人交回去了。嗯，别人我不了解，高峰我还不了解吗？啊，我兄弟是圣人，我担保不会有任何事儿。嘿，有事儿冲哥哥说。哎，别没事找事啊。嗯，好好过日子，回家。这就往下压事儿。三言两语，一天云彩散。大哥，高峰媳妇儿走了。嗯，于老师拿着这裤衩，冷汗都下来了。也是后怕。那是我的个天哪，得亏我聪明。嗯，换二一个人非乱了不？就是。老高，老高，你干这叫什么事儿？怨我呀，正埋怨呢，于谦的媳妇儿过来了。嗯，哎，我还找呢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哎，去！不是，你们俩这太缺德了啊！这还带一个，你这我从他包里翻出来的，这是你少来这套！我先把我水杯拿开了吧。嗨、哦，没事，我带这儿还能值钱去。那是，给你三毛钱。嗯，哎，收点存车费行。哎，一会儿您看收车费那是我。真好，赞比亚你去不去？不去。那俩好朋友好哥们儿、你像这个日子演完了我们都回家了。我们这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，不像这俩人似的。嗯，我们呢演完早就得喝酒去。哎，我们好奇者。哎呦，于老喝酒你们都知道。喜欢。老高喝酒黏糊人更讨厌。酒腻子。这一演完俩人就出去得喝，喝得跟死狗似的。这叫什么话？死狗、啊。经常这样啊。喝醉。而且俩人喝酒不花钱。嗯，那怎么喝？无论哪家饭店推门就进。嗯，哎，饭店人那儿，不管谁坐着那吃饭喝酒呢。嗯，于老推门就进来了，对不起，来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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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瞧，罚酒三杯。哎，这就喝三杯。哎、老高过来了。嗯，我再罚一碗炸酱面。没听说过，有罚炸酱面的吗？撂下碗，俩人往外走，这一桌人都傻了。那是啊，这俩孙子干嘛的？这好嘛。骂不知我们干嘛的、嗯、那回俩人喝多了。嗯，你想啊，一溜七八家饭店、嗯、一家喝点一家喝点，对，一家三杯受了吗？酒足饭饱。嗯，哥俩顺着长安街，哎，由东往西这么溜达着消消食，肚子太胀了、嗯、就是走得快八宝山了都。嚯，于老师说我实在不行，肚子有点坠着也难受、嗯、就如同啊后边好几个大铁哨往外掉。嗨，您是有这生活，有一个还不够吗？啊，也没有洗手间。嗯，找一旮旯吧。嗯，先也晚。俩人找一旮旯脱裤子跟这方便。嗯，方便完发现坏了。怎么没带手纸啊？你这玩意儿闹的。老高聪明啊。我把裤衩脱下来了，拿裤衩擦，擦完一扔。哎，就这一回。于老师没办法啊。怎么呢？钉子裤啊。嗨，跟拿手擦没什么区别。我就不会换换嘛，我就老是不一样色的钉子裤。好家伙，怪癖啊这是。一回头后边有花圈、嗯、也不哪谁叫死人的花圈。于老师撕两把纸擦屁股，提上裤子，俩醉鬼回家了，也解决了，到家就睡觉了。哎，困。转过天起来，这俩人的媳妇儿楼下遇见了。哦、嗯，哟，这俩人惊慌失色的。怎么了？高峰的媳妇说：“坏了啊，高峰有外遇了。”怎么见得呢？半夜回来，裤衩都没了。好家伙！于谦的媳妇说：“你什么也是？嗯，给于谦回来，那裤衩倒是在。好，屁股上加一纸条，写着‘永垂不朽’。啊”
谢谢吧。岁数大了，不像年轻的时候，站时间长也真累。是是是，这行不容易。不信哪位，您回家试试去。嗯，你也不用说呀，你就找一旮旯，你站四个钟头，你试试啊。人怎么了？人家里人肯定抬着你出去看病去。不正常啊！这个今天是7月18号，是吧？对，哎，8月17号在这儿还有一场，我好记啊。这个没有一个相声团体演出演这么频繁的啊。咱们也是疯了，这是。嗨，一个月一场，打2005年、2006年见天就这么干，干这么些年了。今年的8月份和9月份，大伙儿要是在北京有时间呢，北京德云社的各个小剧场，你们盯着点儿，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小剧场演出活动，哎，包括说单口相声啊，包括什么都有啊。嗨。爱信不信，哎，这个听出人不信来了是？这谁说的不信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哎，这就完了，这就哎，一天云自在，这嗨，承认错误倒挺快，这确实是真的。你看你不是好人的，嗯，我用你信，你活不了。今天德云社来了部分演员，把他们请出来，跟大家再见见面，认识一下。哎，好，见你，来。给大伙儿得介绍一下啊，头一个大伙儿知道了啊，这个高老板高峰啊，超稳了啊，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，是郑好老师啊，我师弟，郑好是艺名，本名叫喜定，郑喜定，旁边这也我们师哥啊，翟国强，我徒弟是齐鹤涛，扇子的专家，有玩扇子找他一门灵啊。嗯，哎，这我们这师叔，我兄弟啊，谢金。谢谢吧。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叫《大实话》，把它献给所有的朋友们，感谢各位衣食父母对我们的支持，是谢谢各位。说天亲，天也算亲。天有日月和星辰呐，啊，古人不见今时月，明月曾经照过古人。说地亲，地也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呐，啊，将军战马今活在，野草鲜花盼的谁人？说同行亲。这是看出殡的不怕殡大，反有时候不那么亲哦，勾心斗角好寒心呐，啊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骨肉相残到如今，要说亲，观众们亲，对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的。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。没事呢，就把这德云社来进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，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我们今天演出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，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，咱们下次再见。